本分局112年3月14日4:16取获报，西区美顺路一段，以下上北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。经查，多男骑自行车欲由公正路沿美顺路一段往下上路方向行驶，由对向车道先逆向后再跨越双黄线横越道路，突然出现于内侧车道，与黄男驾驶汽车沿同路段方向于内侧车道直行行驶，双方至肇事地点发生碰撞，波及一辆路停放在路边停车格的机车，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。黄男未受伤，郭男经送往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，于3月18日14时许因伤重宣告不治。初步经查，郭男违反标线禁止，黄男未注意车前状况，全案依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转交大队厘清肇事原因。